咁透過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哋好希望將全校參與模式推動去到小學界別嗰度啦，令到可持續生活咧成為主流嘅。WWF believes that the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is a fantastic model and should be, wherever possible, embedded in the curriculum that'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because it create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global citizens. All teachers should have this kind of attitude, to make this 教育變成在生活裡面、在教學裡面的一部分咯。跟夥伴學校一些工作坊和一些交流，其實真的令到我們獲益良多的，因為我們始終都是在一間學校裡面去做事，其實就會有時看不到其他外間、啊、原來有些更加好的點子去做的。因為你們的訓練裡面會有一些日營，那他們在個過程裡面他們那個的思維、他們那個批判性的思考，我是看著他們進步的，他們想一些活動由下而上去想一些政策，然後反建議回學校去推行。我想對學生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歷。從學校開始當然是一個起點，他們在學校學到一些可持續發展的行為或者是習慣，他們可以將他帶回到家，亦都是感染到他父母。環保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視乎他們有沒有心去做這一回事。如果他真的放在心裡面好了，很想做出來的話，無論受到什麼影響都好，他都會一直做這個行動。